真的现在就是请他们可以出去就出去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蛮难为大家负责的，就是我们这件事情，自己负责，我们这件事情真的是，我来这边就是真的，我真的就是来诉求的，来当这个工作人员，然后我们真的希望给大家可以好好的把现在的状况做好，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来到这边，我真的对我来说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让服务贸易协定能够退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对我来说非常夸张。但是你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你们保证任何事情。真的，现在这边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你们保证，因为外界联盟捍卫服贸，捍卫民主，捍卫服贸。如果各位在里面，我们的赵威廉无法及时保护大家，我现在问，你会想要出去吗？不会。大家不愿意出去哈。OK， 那我先声明，不论是大家决定要出去还是不出去，这个决策的责任在我身上。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今天要出去，然后被指责的话，那决策权就是我负责。那如果在这边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也是我负责。我再问大家一次，大家想要出去吗？如果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话，就是不要犹豫，马上就是可以到前面来找我。对，那当然，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，我会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出去。但是我还是尊重大家意愿。